来吧，老铁，要想在这个海滩上面呛出这个沙马蟹呀、啊，还有这个海老鼠啊，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。他们都是啤酒饮料，看我今天带来啥好东西啊！嘿嘿，咱不管他能不能成功啊，就想试验一下。路过的美女帅哥呀，喜欢海边户外的，加我关注，咱们一会海边直播。这个大海呀，一落潮，我又来赶海了。这一来海边呀，一只猫眼螺好像在吐舌头，收了啊！哇塞，这个鱼厉不厉害？这叫海鳗鱼，我们也叫它称星鳗。收了啊，这个竹节蛏啊，辣炒一下还不错的啊，好像在打洞。收了，一只隔了浅的老虎蟹，好像已经挂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哇塞，这应该就是一只老鼠鱼了，好像已经隔浅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小八爪鱼啊，已经隔浅了，咋的？收了啊，喜欢户外的朋友啊，加我关注，坐进直播间，咱们一会赶海喽。大海呀，一落潮都长出海草了，咱们一起去赶海喽。这来到海边呀，石头下面了，发现了一只老虎蟹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带走，收了。哇塞，又发现了一只猫眼螺，好肥呀，像不像一个海绵宝宝？嘿嘿，咱给它收了啊，带走。这大海呀，是我家，是环境呀，靠大家，碰见垃圾呀，顺手带走。又来了个黄金海螺呢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原来是个壳呀，收了。又发现了一只小梭子蟹啊，喜欢海边户外的朋友啊，给点双击呗。咱们也会直播赶海，搜进直播间。